安静一点，走。哎，自从养了猫以后啊，每天按摩都是免费的。奶豆是最主动的，按的也勤快。走，走，快换个位置。哎，换个位置，按一下胸部。得劲，累了吗？累了睡觉啊？呼噜声不要太大声啊！自在，累你睡觉啊？奶豆喜欢帮我摁肚子，太极呢？从小到大喜欢摁手臂，大腿和手臂。累了，再摁一下。